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一关破敌先锋矮星星穹铁道星芒缩变活动攻略阵容推荐，矮星超巨星破敌先锋。这一批是第一关破敌先锋矮星阵容方面，两个适用，一个加拉赫或者带两个火属性的角色，艾斯达、姬子这些都可以。然后我们点开设挑战全身开支动，没有自信吗？进攻七至一剑燃烧殆尽，点燃星海为生而战，即兴表演，合影开场，喊梦成真，朋友们尽情享用吧。点燃星海，即兴表演，轮眼开场，为生而战。